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得了了啊！以前刚入台的时候，王鹏老师，然后呢，鹏哥，然后是王大嘴，然后就是立马的。但是呢，他是很厉害，但是他这个人脑子又慢啊！我马上来跟你说说王小月的事情。写完这个五块钱之后呢，我们俩正出去溜达，然后有人就发这个卖房的传单啊，现在还有人发卖房的传单，也是不容易啊。正看着呢，王小月在旁边啪啪啪啪啪的就说：“别看也别买，我也是亿万富翁的朋友，房价再过几年，他说了就跟大白菜一样的便宜，你知道吗？”哎，你们大家听王小月这个买的算不算太慢？王小月只是发这个评论。45元的新品眼贴，还有周年定制款收音机、多功能按摩仪，但是一般只
今天呢，互动的话题是蹦蹦跳跳进考场答一个成语，这个成语是什么成语呢？我看见大家呢，这个参与的踊跃度非常非常的高啊。其实刚才我这句话当中呢，已经有啊很几个字啊，这个是在成语当中的啊，欢迎您呢继续来猜一猜。场外的微信公众号五个字，越说越开心，抖音号呢是 WP14，王鹏汉语拼音缩写加上数字14。哎，也告诉大家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喜马拉雅号，您可以进去呢搜索 DJ 大嘴巴王鹏来听一听啊，这个大嘴巴王鹏说的几千万的故事。